生，像开心为了一而生，用尽时间和心与流水追一个扩大的眼神，任澎湃距离来到我，牵动我思量我前进，以弱肉胸强否抱歉现实，天大地大过大精神，再试试再试试，现实中爱与不爱都很难，像依然那么深每一条路的尽头，是一个人看不透世上的真，你还是这样天真。行云流水追一个扩大的眼神，任澎湃距离来到我，牵动我思量我前进，以弱肉胜强否不可限制，天大地大过大精神，再试试再试试，想回首是手是发藏成熟，但是手不为动所向无力，真的随心心动，心底我是这样的人。起来，美女来了！起来，美女来了！你什么时候变成美女了？不是我，是她。金宝，蓉蓉姑娘。像这种场合，我应该自动消失。老弟，记着欠我一份人情。走吧，说那么多。欠我人情啊？走啊！你说什么？我不是跟你说，我是在跟折骨仔说。幸好折骨仔引路，要不然我都找不到你。这么长时间你去哪儿了？说来话长啊，那天我被那个疯和尚抓进了少林寺的藏经阁，藏到现在。怪不得你剃了个光头，可不可以摸一下？不可以啊。很圆。不行。很滑。不好吧？很可爱。那摸一下吧。原来你去少林寺藏经阁，怪不得我找不到你呢。那你呢？你怎么样啊？我一直在到处找你啊，自从你失踪之后我就十分想念。是吗？说起来我还念着那个傻和尚啊，你不知道他几十岁的人又没有记性，才刚刚痊愈，不知道自己会不会煮粥吃啊。我想回去看他一下。好啊，少林武学博大精深，我也想见识一下，不如你带我一起去。少林寺，你是个女的，你怎么进去啊？哎，少林寺，你都不是少林寺的和尚，你怎么可以进去啊？我偷偷溜进去啊。我也偷偷溜进去啊。哎，真是个帅哥。嗨。阿弥陀佛。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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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，保证你吓一跳。早啊师兄。阿弥陀佛。早啊师兄，早啊师兄，早啊师兄，早啊师兄。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我们现在去哪儿？我先回去拿一个很重要的东西。有多重要？到了你不就知道了。是不是岳将军留下的什么东西？去了你不就知道了。
还有多远？这个少林寺的后山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，走一圈也要一天一夜。你说笑吧？当然了，上次我走错路，白天进去，晚上才走出来。不管怎么看，每颗石头每棵树都一样啊。这边。喂，你等我。在这里啊，我怕那个傻和尚弄坏它，所以藏在这里。你说的重要东西就是这木头，手工好不好啊？我看不出这木头有多重要。这个不叫木头，这个叫蓉蓉，你自己都不记得了？我？是啊，日日夜夜都在这儿无聊透顶，我就做点手工艺品送给你的。还有一个，不过还没有做好，你看这屁股圆不圆？这是谁啊？我不告诉你，走回藏经阁。啊，这里就是少林寺的藏经阁，这么多经书真是名不虚传呢。是啊，是个好地方。藏经阁的设计一流，光线充足，楼台又高，绿化工作也做得不错，依山傍水，景色宜人，真是一个理想的家园。少林寺藏经阁真是个梦寐以求的理想住所啊。这么好的地方真的适合收藏岳飞元帅的遗物啊。这是被你一语惊醒梦中人呢、啊、早知道我就把它藏在这里了。那你就是说你还没有放到这儿？我把它移过来这里，你觉得好不好啊？好啊。君宝，你回来了。走了，师傅回来了。君宝，不知道他喜不喜欢你在这儿，先躲起来啊。在这儿。哎哎，君宝，哎哎，我上来找你啊。我下来了。哎，我上来找你。我下来了。哎，我上去。我下来了。我上去。我下来了。哎哎哎，哎呦！天才刚刚黑，这么快就开饭了？你怎么还在这儿？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要赶我走啊？我刚才让你去担水，你怎么又跑回来了？你想偷懒？哎呀，担水这事儿我怎么都忘记了。你这么年轻，这么坏的记性，没出息啊！真是没记性，我马上去担水啊。哦，我想起来了。天网恢恢，怎么样都跑不掉啊。快要下暴雨了，冻坏了可不行，你带着把伞吧。谢谢你啊。下大雨？记成昨晚了吧，傻大哥。这家伙到底把岳飞的遗物藏到哪里去了？我真不知道他是真傻还是假傻，一下子记得叫我担水，一下子又叫我砍柴，砍完之后还记得叫我煮饭，煮完饭还记得叫我刷碗，结果什么事都是我做完了，耍我呀。怎么整晚都没有见蓉蓉姑娘啊？我在呀。你在干什么啊？我在换衣服。不好意思啊。站住。什么事啊？帮帮忙。你换衣服我可以帮什么忙啊？我脱一件你帮我拿一件。啊，有这种事啊？来吧。帮我拿着腰带。帮我拿着外衣。帮我拿下内衣。啊，连内衣都脱了，那不就……君宝，我的手被蚊子咬了，很痒的，你帮我抓一下。这里呀、啊，再上一点，再上一点，再上一点。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扎，肉搏相见死的人多啊！谁跟你肉搏相见呢？嗯，我还以为有什么呢。神经病，人家里面本来就是穿了衣服的。这里的蚊子真的很多呀。嗯，哎呀，嗯，这儿好像又被蚊子咬了一口。嗯，你不能帮我抓一下呀？你自己不会抓呀？人家喜欢你帮我抓痒痒嘛。
行不行啊？不行不行，早点睡吧，你睡床，我打地铺。你这傻小子，一点都不解风情。哇，他怎么睡得那么夸张啊？怎么会睡觉睡到我隔壁来了？他那么喜欢睡地下，哎呀，那我就不客气，我要睡床上了。哎，很有精神。依然很有精神。还是很有精神。还没到火候。没到火候，没到火候，到火候了，一躺到床上就睡得着了。君宝，你去哪里了？弄得满头大汗。看不到，听不到，闻不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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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君宝，听不到，闻不到。看不到，听不到，闻不到。君宝，听不到，闻不到。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了？看不到，听不到，浑身湿透，睡觉会生病的。不如我帮你把衣服脱了吧。我帮你擦擦干净。看不到，听不到，闻不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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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君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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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就睡着了。怪不得我找遍了大江南北都找不到张君宝的下落，原来这个臭小子藏在了少林寺。好，思荣，这次办得不错，不枉我对你教育的一番苦心。思荣不敢鞠躬。这么说，你已经把岳飞留下的遗物查到了？我几次对那小子旁敲侧击，可是他总是把话题引开，所以还没有查到。
你不是说所有的男人都逃不过你的美人计吗？再给我一点点时间，我一定可以查到的。哎，不用了，你已经办得不错了，剩下的事情就留给我来办。我想出一条一箭双雕的妙计，到时候我会让少林寺乖乖地把张君宝给我交出来。少林寺高手如云，不是好惹的。我不会亲自出手的，我会借一把刀来杀这个人。借谁的刀？天下武林人士的刀。到时候我会联系西域三魔，让他们在江湖上散布消息，我就说少林寺想独吞岳飞留下来的遗物，就藏在他们的藏经阁里，明剑山庄和武林人士肯定不会袖手旁观，到时候我就可以坐享其成，也许一金经就成了我的囊中之物了。啊啊一大清早上哪儿去了？嗯，没什么，我是觉得天气晴朗，嗯，出去走了走。那你用不着飞檐走壁，不要以为自己功夫好，一个女孩子在少林寺走来走去很危险的，知道吗？多谢了，君宝阿婆。哎，你干什么？有没有闻到啊？香不香啊？知道是什么香吗？白粥香啊。快吃吧，不然待会儿那个傻和尚一回来你就吃不成了。你干嘛拿着碗看？在想什么？吃不惯啊？我好久没有吃过这么香的粥了。好久没有吃过这么香的家常粥，吃吧吃吧吃吧，快点吃，吃吧吃吧吃吧。你昨天晚上睡得好夸张啊。是吗？是啊，睡得掉到地上来自己都不知道。你是个女孩子家，人也不错，样子也不差，戒掉这个坏习惯你还要嫁人的，知不知道啊？看不出你还挺会替人着想的。嗯，我以后会注意了，谢谢。不用客气。有没有易前辈的消息啊？为什么要提起他？其实呢，虽然他是有点烦人，但是他对你的感情还是认真的，所以你应该珍惜。人家不是常说依靠张君宝啊，不是啊，一求无价宝。难道有情郎是不是？是啊。我就是宁愿跟你在一起也不要和他在一起。不行啊，你不要乱开玩笑，我跟你以前是好朋友嘛。我也是说笑而已，你不用那么认真嘛。说笑你也不能拿这个来讲啊，还是那句话，你是个女孩子家。好了，我知道你是正人君子了，我也不会再跟你开玩笑了，我走了。这么快啊？多住两天嘛。我有事情要办，江湖险恶，你要多保重。嗯，谢谢你。谢我什么啊？哦，我很喜欢。哦，我要走了。突然来这么一下，要给人家做一点心理准备吗？你的粥很好吃，谢谢。爷爷，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这么着急的找我？江湖传闻，张君宝藏身于少林寺之中。少林寺？他怎么会在那里？听说岳将军遗物也在少林寺藏经阁里面。那少林寺为什么要把遗物据为己有呢？我找你来就是为了这件事。岳将军遗物一事事关重大，我想你去少林一趟查个明白，倘若属实，必定要少林寺讲清楚。可他们如果不承认遗物在他们手上，那该怎么办？少林乃武林泰山北斗，我想他们不会的，万一有错，一战在所难免了。凤儿，你要小心呐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，为了抗金大业，我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了。日子差不多了，是时候了。爷爷，你让我去。好，你跟我走。爷爷，这里是什么地方？我怎么从来没有来过？你当然不知道啊，这是历代庄主闭关练功的地方。
除了庄主，谁都不许进来。上去吧。爷爷，我现在要传给你毕生的功力。啊，爷爷，这怎么可以？别说话，集中精力。爷爷，记着。我张某，今天把这么多江湖朋友请来，就是为了一件事情，一件关系到民族、关系到国家的大事情。大家都知道，我们张家出了一个张君宝，一个杀父大逆不道的张君宝。听说他现在身上还藏有岳飞先生的遗物，不过还好，我已经找人打探了，他就躲在少林寺的藏经阁里，怪不得我到哪儿都找不到这个臭小子。如果属实，我们就跟少林寺要人。对啊，除非少林寺他想独吞岳将军的遗物。哈，我们张家势单力薄，我们哪有本事跟堂堂的少林寺去要人？我张某真是进退两难呐。除非……除非什么？张兄不妨直说。除非我们能请到天下第一山庄明剑山庄的帮忙，再加上各位朋友，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到少林寺去要人。那就上明剑山庄请易庄主出来说句公道话。为了武林正义、国家荣誉，我们一定支持。对，我们也支持。支持。好，我们明天一早就到少林寺。对，少林寺。好，少林寺。谢谢。谢谢。爷爷，爷爷，你不值得为我这样耗尽内力。我老了，命不久矣，抗金大业要由你们去完成的。季风谨记爷爷的教诲，记住，千万不要像你二叔一样，为了一个女人断送了前程，知道吗？是，我知道。江湖流传，岳将军的遗物在少林寺内。我想，你去少林寺走一趟，以我传你的内力，应当足以助你去少林防身之用。你在这里，再待上三天三夜，把你我的功力融合在一起，就能创造出至高的力量。晚辈张启桥拜见易老庄主。今天是什么风啊？怎么来了这么多客人呢？晚辈同武林同道一起跟老庄主来请安来了。有心了，不如开门见山吧。庄主果然是快言快语，我们这次上山的目的只有一个，要求明剑山庄出来代表武林到少林寺要求交人。交谁？我的侄儿张君宝，他师父出走，听说就躲在少林寺。那是你们张家的事，干嘛牵涉到我们明剑山庄呢？老庄主此言差异。一，张君宝弑父出走，有耻武林威名，明剑山庄既是武林盟主，应该出来主持正道。二，张君宝身上携带的是岳飞身上的遗物，这么重要的东西怎么能落在一个毛头小子手里保管呢？对，太不公平了。太不公平了。他们是冲着岳元帅的遗物来的，想分一杯羹啊。还有三，
少林寺可能想独吞岳将军的遗物，所以请明剑山庄一定要出来主持正道。讲得好，有道理。不过老朽早已不过问江湖事了，庄主一位已经移交给孙儿义气峰了。那就请义少庄主一起共商大事吧。他不便见客，恐怕是推脱之词吧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哼，原来明剑山庄只是浪得虚名，所谓天下武林第一庄只是藏头露尾吧。放肆！我讲错了吗？各位武林同道也是有目共睹的，明剑山庄已今非昔比了，真是可惜可惜呀。好啊，是否浪得虚名，那就武功上见真章吧。前辈如肯赐教的话，晚辈定当奉陪，只不过前辈的辈分比晚辈高一点点，如果是一对一的话，恐怕有点对长辈不太敬意吧。哼，那你们就一起上吧。喂，师傅，我们是不是来踢馆的？嘘，小孩子别乱讲话。怎么了？没有人敢上来吗？老庄主，我们是来请明剑山庄主持公道的，我们也不是来挑衅，我想各位武林同道跟我的意思也是一样嘛。刚才话说得满满的，现在却畏缩了。老庄主，你看我们这一来就是几十个人，这样也不太公平了嘛。要不这样好吗？我就请泰山派帮主，还有聚精派掌门，再加上青龙门门主，加上晚辈我，我们四个人一起跟老前辈切磋一下。哼，好吧。山中清净之地撒野。哦，好厉害的轻功啊。我看全场能打过他的没有几个人。爷爷，这帮是什么人？乌合之众，到我们明剑山庄来捣乱的狐群狗党。哼，那就不用客气了。这位一定是明剑山庄的义少庄主了。不错，你想试一下我们明剑山庄的武功吗？让我看一下明剑山庄是不是浪得虚名。借剑一用。少庄主，还不出手？您还想来讨教一下？少庄主的武功果然是了得，这明剑山庄果真是名不虚传。我们本来想请明剑山庄带我们到少林寺讨回公道，没有挑衅之意。刚才老庄主说少庄主不想见我们，所以产生了一点误会。既然少庄主已经来了，我们可以重长计议，共商大事嘛。我们明剑山庄向来为江湖武林主持公道，名垂百年。这次你们既然让我们来主持公道，定当当仁不让。季风，明天你带大家去少林寺一趟。好，明天早上我们在这里出发。这剑名叫绝命，是你爹用过的剑，我一直收藏着，今天它终于有用武之地了。我们明剑山庄几十年来名动江湖，号称武林第一，代代人才辈出。可是到了你爹这一代，还没来得及闯出名堂来就死了，使得我们明剑山庄名声渐渐的沉寂了。明剑山庄每一代主人都有一柄自己的剑，每一柄剑都是上一代给下一代的。本来你也应该有一柄，可是你爹英年早逝，来不及给你坐定一柄，所以你还没有自己的剑。这一柄绝命，也就是因为你爹的早死而没有用武之地。唉，为了你爹，为了明剑山庄，为了这柄剑，你这次到少林一定要闯出个名堂来。爷爷，我怕辜负了你的厚望。你说什么？责任重大，我怕担当不起。你是明剑山庄的传人，明剑山庄的传人天生出来都是天下第一的强者，从来不会畏首畏尾的。可是爷爷，这次你跟我来。
你看见这八把剑了吗？明剑山庄的历代先辈都在为你打气，你还怕什么？仁兄，你想看什么？看看这次上少林有没有便宜赚。去少林有便宜赚吗？当然了，要不然去那么多人干嘛？这些人都是去少林的。对呀、啊，喂，你们那么多干嘛？这最基本的资料我要先知道一些，人多人少会改变你附近的气墙，也会改变你的运气的。那你说清楚，到底想问什么？我想问一下，这些人到底是捡什么便宜啊？我们去找一个叫张君宝的。你说什么？张什么？张君宝。这也有关系啊。喂，上次一天行的味道怎么样？你最好不要乱说。干嘛呢？说来听听。易天行上次已经到了我嘴边，都是我们的秦大小姐坏了我的好事。怎么？我们秦大小姐跟红姑抢男人了？我懒得和你们说这些无聊的事。喂，要不是你的话，上次易天行已经是我的人了。你们几个在说什么？五哥。师傅，五哥，这次找我们来有什么事情？这一次我们要到少林寺去找张君宝。现在已经有很多人找张君宝了，他们是明争明抢，我们是暗地里。我已经打听好了，张君宝就躲在少林寺的藏经阁里。藏经阁是少林重地，不管你明来明往还是暗里偷袭，都不可能让你混进去吧？平日里倒没有这个可能，不过我们可以悄悄的，也许有这个机会。好啊，少林寺藏经阁藏宝无数，除了张君宝这一宝之外，还有很多的武功秘籍，正好我们可以顺手牵羊偷他一两本回来练一练。这任务就交给我吧。还是我比较妥当吧。你们几个就不要争了，我已经安排好了，我一个人进藏经阁就可以了。你们听思荣的安排，打扮成江湖人士，到时候见风使舵，煽风点火。现在可以出发了，一级风已经快到了，如果再不出发我们恐怕来不及了。是。思荣，你留下，我有事要问你。什么事？他们刚才说你跟红娘抢男人是真的吗？怎么可能，你不是说过我们这种人是不应该有感情的吗？好，知道就好，万事要小心。是，我会完成任务的。方丈，方丈，大事不好了！出家人戒贪颠痴，什么是大惊小怪？少林山下来了一批武林人士。少林寺千年古刹，武林人士不时会前来探访，有何不妥？他们不是来探访的，说要我们教人，否则就要烧寺。立刻传各堂首席前来商议。是。在下明剑山庄易继峰，和众武林人士前来拜见少林寺玄智大师。密寺简陋，未能接待各位，不知各位所谓何事，小僧可代为通传。此事非同小可，我们一定要和玄智大师当面商谈，请诸位让一下。易施主留步，本寺乃清净修养之地，本来就不允许外人进入，但因我佛慈悲，而且朝廷颁令，本寺才接待游客及上香信众。众位来此并非进香，亦非旅游。哦，那言下之意就是不让进喽？来意不明的，本寺一概不接待。如要硬闯，只有依本寺规矩，先由本寺罗汉堂众师兄接待。怕什么？我们跟他们
拼了！天都拼了！天都拼了！天都拼了！请稍安勿躁。我们这次来不是来打架的，是来讨回公道的。不知施主所谓的公道是什么？听说少林寺里藏着得到岳飞遗物的张君宝，我们这次来就是来找张君宝，问他讨回遗物的。施主可能弄错了，本寺从来不招待外人，应该没有施主所说的张君宝这个人。我们这次是远道而来，不能因为你一句话就以为没有事情发生，就以为不了了之了。那施主想怎么样？刚才我已经说过，我们要和玄智大师当面相谈。那也只有以本寺规矩，请各位先行卸下兵器，分为五人一组入寺。我们不服，为什么要以你的规矩？为什么要以你的规矩？施主未免欺人太甚，动手！收队！诸位别冲动，听我解释，听我解释。不要打了！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！哎呦，嘘！干嘛呀？我跟甲虫聊天呢。甲虫，我都不会，你会啊？哎，那不会才学的嘛。我没有教你，你怎么会啊？哎，我这个人很聪明吗？我会举一反三。你教给我怎么跟动物沟通，甲虫也是动物啊，一样吗？哎，你说一样就一样啊。哎，嘘嘘嘘嘘嘘！哎。你来找我什么事儿？还是那两件事，一是教我几招，二是找飞龙将军。飞龙将军，飞龙将军，飞龙将军。吃饭了没有啊？你怎么那么小？是少林寺的伙食不好吧？吃素是长不大的。你们看，我们都吃素的，你要学会吃肉。阿弥陀佛。哎，你怎么不讲话呀？哎，你说话呀？傻了，真的傻了。哎，嘘嘘嘘！哎，你好烦人呐。你不会拿一本经书去抄经啊？又抄经书？你抄一本经，我打功夫给你看。马上去啊！哎，方丈，他被山下的人打伤了。嗯？他们让我们教什么人？张君宝。张君宝？张君宝是谁？我们已经说了，少林寺只有出家人，没有其他的人，但他们不信，硬说我们窝藏了张君宝。剑锋在，你率领罗汉堂弟子出去会他们一回。是，谁是他们的带头？明剑山庄的易继峰。啊，师兄，明剑山庄，非同小可。剑锋在，你要务必小心，以和为贵。是，挑一本薄一点的来抄。孙子兵法，藏经阁为什么会有孙子兵法？折骨仔，你大哥我好惨呐、啊，被人给耍了。你不走会更惨，你现在跟一个很危险的人物在一起，随时都会没命的，快走啊。哪个？那个傻大师。何以见得？还有铁咒。不懂。铁咒就是刀叉剑戟。你现在跟一个很危险的人睡在一起，他趁着你睡着的时候捅你几刀，你不就没命了？还是不懂啊。皮咒。那又怎样啊？皮咒就是指皮鞭，他在你睡着的时候不但砍你，还拿鞭子抽你几鞭。哎，越说我越不明白了。不信的话打开那边那个木箱看看。铁甲皮、盔甲、令牌、飞龙将军，住手！住手！明剑山庄果然名不虚传，大师是罗汉堂护堂亲自教。师父，这么快就抄好书了？不是，阁楼上的盔甲是不是飞龙将军的？飞龙将军？谁是飞龙将军？我怎么知道？你说你认识他呀？我讲过，
你没讲过吗？那我忘了。不过飞龙将军这个名字不错，咱们把它给假重吧。嘿嘿嘿，管你叫飞龙将军，飞龙将军，飞龙将军，他是飞龙将军一号，我找的是飞龙将军二号。想想啊，飞龙将军，将军，飞龙将军走了啊！飞龙将军走了。飞龙将军走了，师傅，师傅，不要玩了，不要玩了，师傅，师傅，行了，师傅。我现在教你罗汉拳。我没要你教我罗汉拳，我问你飞。罗汉出动。罗汉伏虎，罗汉抱月。在下明剑山庄易继峰，拜见少林寺方丈大师。好厉害的内力，看来今天这场恶斗难免。各位师弟，随我出去。是。在下明剑山庄易继峰，前来拜见少林方丈大师。老衲玄智不知一时主驾到，未曾远迎，还望恕罪。不敢，早闻少林寺威名千年古刹，武功天下第一，今日一见果然是不同凡响。天下第一从何说起，在一施主面前只不过是雕虫小技而已。方丈大师，此话怎讲？刚才在少林山下，一施主连拜我少林弟子，武功出凡入圣，明剑山庄才算得上名不虚传。不知一施主这次到来是为了切磋武学，还是有别的事情？如果要是为了切磋武学，那么一施主的目的已经达到。这几天正是本寺的休课期间，不好招呼各位英雄，还是改天再来吧。大师，我们这次来是要找一个人。少林寺无世俗之人，都是修佛学佛的僧人，我们还要静坐打修，你们找错了地方。我们要找的人是张君宝，他不是少林僧人。少林寺正在休课期间，不会招待外宾，你弄错了。大师，这里来的武林人士有很多，我不能因为大师您的一句话就以为没有事情发生，就以为没有这个人。就算我同意大师您的说法，在场的诸位他们能同意吗？朝朝暮暮的等待可以领悟，说不出来生生死死的伤害，可以感受写不出来。月亮海角都分开，红尘男女为什么相爱，头发花白随雪花飘下来，别来为我叹息，我的眼泪有